情属于我的炎热夏季，被记忆锁上了，摆在抽屉。雨飘落在柏油路的气息，散合起来的时候就散去。人群稀稀簌簌的声音，全世界的寂寞在你怀里。挥霍的时光圈住我，漂浮在最美的流域。如果有一放毛巾，那不是我想要的。我决定重新决定，准备重考。如果你想等我的话，我愿意让你走。我愿意等你，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度过这个难关的。我们一起努力好吗？我们一起加油。不去是不是只因为你爱这里，还是你爱你渐渐变老的身体？但你们以为王子与公主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吗？不对哦。之后佩君考上了花莲师院，而我继续留在桃园。从此之后，我们就过着四年的远距离恋爱生活。虽然隔着高耸的中央山脉，但一点都不影响我们的感情。平均一个月，我一定会到花莲找你一次。我们在这美丽的后山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。朋友们常问我，为什么你们可以在一起这么久？我总是这样回答，我比较幸运，很早就遇到对的人，我再也找不到一个跟我个性如此相像，心灵如此契合的人，因此我非常珍惜。因为你的天分与努力，我们开始了创业之路，虽然很辛苦，虽然有时候会有摩擦，但很踏实。很开心能为了我们共同的梦想与目标而努力。18年来，我们走过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，谢谢你一路的陪伴。未来有许多梦想等着我们继续携手一同去实践。
这世上最幸福的事，是到老还可以一起牵手不放手。